房地产业已让世界瞩目的速度在发展，人们对于居住品质、城市环保和节能减排等的要求却越来越高。而清华苏世民书院项目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。这一项目的建筑宗旨是融东方文化神韵与全球工程技术实现无形中。我叫周晓明，是华人智力工程管理部的总经理。清华苏世民书院为全球一流的精英学子打造世界最先进的集教学、娱乐、居住、学术分享等为一体的学院环境，不但对建筑内部细节精益求精，而且对空气质量、水质、温度控制、能耗等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。这就意味着要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完成对复杂系统的布局和安装，并考虑到未来使用维护的合理性。施耐德电器为这个项目提供了绿色楼宇整体解决方案，尤其是 EMS 能源管理系统和 BMS 楼宇控制系统，能够使所有软硬件设备互联互通，通过对大楼的各节点能源使用的监测，随时关注大楼的温度、湿度、空气质量等变化，随时做出调整。我们和施耐德电器紧密合作，让清华苏世民书院成为中国先进的绿色环保节能的建筑代表，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。